一个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今天我们带来是呢，在现行服改强的撒娇。撒娇这波改强幅度呢还挺大的，而且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改强。主要有两点，第一点呢是我们大招起飞。原本呢起飞期间自身减速30%，提升至20%，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大招起飞可以飞得更快一点了。再来呢就是大招冷却时间降低，原本呢是从50秒到40秒，再呢降低至40秒至32秒，后期减少8秒，而前期呢整整减少了10秒了。你待会人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10秒非常的珍贵了。如果改强之后呢，这场想必会大杀特杀。我们来看看撒娇这版本的生态啊，目前呢属于比较没人玩的，尤其是呢高端场巅峰赛呢选出来基本上是难赢，而职业赛呢基本上也看不到珍贵的选择会选撒娇。撒娇目前呢也没有到非常弱了，他的机体就在那，单杀后排呢还是挺强的，还有团战谁无敌，所以呢勉强怎样都有个 T2 左右，虽然没人选呢但也不会到落视角。 OK， 这波团战打起来我们马上上4等了，4等就能直接往敌方后排滑。这波可以进去呢是因为队友在旁边呢，而且呢队友已经打了很多伤害，我们前面的伤害呢是不够打那么多人的，主要是靠碰撞。旗舰呢队友也打了不少呀，而这一波呢6个投入开局，我们有6个颤团，打赢这波团战之后呢就可以舒服点了。那我也打过了撒娇逆风场，逆风场呢虽然会打得比较憋屈啊，可是呢一旦有一定的经济呢，通常逆风局会输两三千嘛。只要买到一定的装备呢，比如有恶魔、有穿透，还有巫妖皇冠，那基本上呢都可以打死对面的。团战的时候呢，我们优先飞敌方的射手啊，射手打野、法师这几只，射手为主。这场呢，对面的中路选的是马甲，感觉呢他是特别选马甲来克制我们的。马甲那个蓝中有无敌英雄，可以用来克撒娇，但其实呢他也不用特别克制我们了。像是目前常见的艾琳、拉兹还有莉莉安，我自己呢是觉得都可以打了，但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好打。你看到我们大招在冷却中。没大人没办法帮了，我们只能够发育。草丛里面的多争取一点，可惜呢这边我们被小兵看到了，敌方马上跑。如果对面呢没有看地图的话，晚一秒跑呢我们可以抵达，那就能够起飞。打团呢，如果能够飞到射手，那应该都能打赢。不过这波呢，好像又有机会了。那这里我已经直接碰到敌方守文了，二技能直接命中。等这波兵先进来，刚守文状态已经不好了，应该剩一半血左右。OK， 直接往后面飞。就用收了索文，也顺便收了 PP， 这时候马甲也打了，还能够拿反应塔，那这波是很赚的。全队12个头呢，我们有10个参团。玩撒娇呢，可以的话就多打架了，打架的时候呢就多飞敌方的后排，如果有把敌方的后排飞死或者飞残呢，团战应该是可以打赢的。再打输的话呢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边下路找到一个燕娜，又有机会了。他凝霜交了，闪现也交了，不过呢还在我们圈圈范围啊。这波你看呢，我们的大招还有22秒，我们的瀛洲直接往前闪现了，把人家甩回来。你看呢，在我大招冷却还有10秒。如果改版之后呢，我赛大招已经转好了，就可以再飞一次帮瀛洲杀人。
这里没装它了，先回家。飞杖的部分呢，这一套是沙加神装了。之前呢，沙加没改强，突然间变得超级神脚，然后是因为大家都用这套出装，变成优塔牛通。虽然被削弱之后呢，但这套飞杖还是目前最好用的。PB， 银州呢很喜欢抓 PB 啊，可能他觉得呢，如果他抓射手的话 ，PB 也把射手吞下去。不过呢，比 PB 的吞其实也没那么好吞的。如果呢，我们快速把射手秒掉，他也可能会来不及吞。毕竟呢，不是人人都是职业 PB 是吧？这边呢，我们看我们有四个人，而且史莱兹这边过来有第五个，不然想应该是打得赢的。PP 呢，他的戏也吃了很多伤害啊，伤害减免。OK， 我们继续哦，刚拿下了凯撒。这时候呢，附近只有我们等等队友过来。我们的凯恩是凯撒路，平时没射手呢，可以多一二普攻哦，一二普攻伤害呢不可小觑的。OK， 人群中飞一飞，法师倒了，射手也倒了，这波两个后排席位都倒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凯撒来推高地塔，塞摩尔中路高地啊 ，PP， 这场地方的森林很多呀，可是呢，我们也没有特别买混沌，主要是呢，射手还是没有买森林。那我们主要飞射手，那就没差。最后地方投降人输了。那以上是带来即将改强的沙加，改强点呢就是大招飞更快，然后 CD 时间更快。那我是尚恩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